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我真是小熊，好好好，植物大人央视 BW 宅宅萝卜终于更新了，而且这波啊，兄弟们，宅宅萝卜是更新出了一个新植物，叫做这个鬼针草，每发射五根针刺攻击会造成流血效果，最重要的是它这个流血效果还可以叠加影响它所造成的伤害。那么就让我们后排英勇的向日葵来带你们看一看它到底厉不厉害。哎，好好好，刚刚有细心的观众可能就发现了，那个鬼针草它是需要这个叶绿素的，所以咱们这里种植了这个小树苗。那你看这个小树苗的这个造型是不是很像一个东西啊？长点赞冲10000，下期更新不会断。虽然说咱们这一期的重点鬼针草是需要叶绿素没错，但倒也不是需求量那么大啊，咱们稍微种那么几颗够用就行，主要的还是要攒阳光啊。你看一下咱们画面左边，什么西瓜投手啊，什么豌豆射手啊，又是鬼针草，更何况咱们还有个紫卡需要去升级，所以说咱们的阳光需求量非常之大。所以说咱们开头是采用了一个土豆地雷来拖延僵尸的这个节奏，然后再用豌豆射手来主输出的一个套路啊。好，我们的小树苗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长出这个小树杈，长出这个小树枝了啊。但是看一下第三路，有这个什么马桶这个路障僵尸开始入侵了。那咱们现在的话可以把这个卤香蛋小兄弟往前排种一种了啊，这是前排攒阳光他也得先一份力，对不对啊？好，咱们现在叶绿素已经够了，阳光也够了，现在直接鬼针草登场啊，我们的新植物啊。看一下它的攻击方式啊，挥挥挥啊，发射5次这个小尖刺小刺刺往前射击5次，然后这个射击的间隔时间要稍微比这个豌豆射手长那么一些。但是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它这个针刺来源啊，它拔自己头上的毛是吧？好家伙，让我们为鬼针草的奉献精神点一个赞吧！哇，这好家伙哦，植物界的程序员是吧？消耗自己的发量来去造福这个植物花园，好，向你敬礼啊 ，salute！ 那僵尸这边，等一下，对，僵尸这边铁头发僵尸已经上场，而且现在已经有这个网球僵尸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进攻了。但是好在咱们中间这两路的植物阵型已经成型了，所以说还是可以守下来的啊。咱们现在也得陆陆续续把这些豌豆射手升级成这个紫卡的豌豆战士了啊！刚刚可能有观众注意到了啊，我给这个鬼针草上了一个小 buff， 在这头上插了一个小毛毛，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哈哈，没错，它的名字叫做锯齿叶，以绿叶植物为目标进行装备，装备的植物获得+25的攻击力。哎呀，好家伙，你要知道啊，这个东西跟它绝配啊，它本身就有流血效果，加上它的攻击加成的 buff， 现在再给它那个秃头上再插回一根毛，我靠，现在更强了，弥补了它这个基础攻击力的缺失啊。好，咱们现在又补了一排鬼针草啊！我感觉这鬼针草的话还是挺牛的啊！等一下，这第二路又有一个网球僵尸了，那向日葵，小熊你的。好，我现在可以进行咱们最终的布局了啊。那么咱们最终布局是什么呢？没错，就是这里的西瓜投手。哎呀，还得是他呀，咱们这个关卡，咱们目前这个游戏的状态还得靠这个西瓜投手来撑一撑场面啊。好，那刚好我看这个阵势啊，应该也要快要迎接到咱们这一场游戏这一期视频的接近尾声啊，应该后面还有2次大波，咱们二爷僵尸和巨人僵尸都没上场呢，目前来看只会损失一些这个向日葵啊。等一下，我才看到一路已经有这个橄榄球僵尸来了，我靠，在跟我对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父亲，哎呀，一路突破了，再补一个坚果墙吧。他头盔掉了，就好打掉了啊。他主要就是头盔太硬了，咱们把他头盔打掉。你看看，就直接把他解决了。然后这个二爷的话倒是不足为惧，咱们现在还有个满血状态的这个坚果墙啊，咱们现在可以在坚果墙死亡之前就把这个二爷给干掉。哈，你看咱们现在已经熟能生巧了。哎呀，这感人的熟练度是吧？好，这最后一波终于要来了，画面已经开始震颤了。然后这个巨人僵尸的脚步咚咚咚，然后这满屏的勇敢我的朋友，来了4个大铁头娃要跟我夫妻一对半，不是要撞我的坚果墙了，这坚果墙被撞的还挺销魂的是吧？哎呀，还有这二路这大脑袋，这大脑袋应该也能打掉吧，这大脑袋我觉得没啥问题啊。咱们现在把这个第二排，你看我们铲掉了一个向日葵，种了一个土豆地雷在这里，咱们要布局未来。但是更重要的是咱们现在下面这两路还好橄榄球僵尸被打掉了啊，咱们现在就把这最后几个铁头僵尸还有这几个二爷搞掉了，把这几个僵尸干掉，我可以基本确定咱们这一关竟然
一次通过了。哎，我还想着咱们这一次用新的植物，我多少肯定会死一次呢。结果没想到啊，哎呦，土豆地雷，第二颗土豆地雷没用上，直接把他头给爆掉了。这叫什么？这叫做统筹安排呀，这叫做放眼未来呀，这叫做游戏小天才呀。今天首先是这个鬼针草确实太强了，其次是我们在战斗中顿悟了，领悟了这个啊，这个小叶子的妙用跟这个鬼针草真的是绝配呀。虽然说这个鬼针草它的攻击力啊，基础攻击力啊，比这个豌豆射手还要低5个点，而且啊，这个敌人流血每缺少10%的生命值，它还会额外造成3点伤害。你这就很牛啊！再搭配上那个小叶子给他加的25的攻击力，那就无敌了呀！这鬼针草厉害是厉害啊，就是他每次拔头上毛的时候看挺疼的啊。这年轻人，好，那兄弟们，咱们这个直播单是 BW， 如果还更新的话，咱们肯定还会来继续录的啊。咱们就记得长点赞冲10000，下期更新不会断。我这是小熊，记得下期来看，拜拜。